现在我在上海世纪汇广场的中庭，背后有一个苏州博物馆的展。这个展呢是苏州博物馆在世纪汇中庭办的这样一个复苏幸会苏博。今天中午呢，我也会在这边有一个活动。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展里面有什么奇特的装置吧。这个装置呢叫湖心亭，然后它这个里面整体全是玻璃做的，有一个多面的效果。然后这边它有一些屏风，上面是应该是山水画吧，但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幅，但是整个画面是很好看的。紫藤亭，现在呢有马上会有一个缠花的讲座，我们有个缠花娘在这里。我们从后面过来，这边是它的艺术街区，里面卖了很多文创，包括昆曲博物馆呐、苏州博物馆呐，这些都有昆曲文创，也蛮有意思的。这边最特别的一个装置要来喽！嗨，对，这里就是我们一会儿下午的活动。有你认识的 UP 主吗？没有的话你也认识我，对不对？所以没关系，我只是客气一下。我们进来吧。把这个喊为悬浮苏博，这个里面是一个迷你版的苏博。如果你现在刚好有时间的话，可以来上海世纪汇